是非。站在整个场的正中心，我可不可以站在整个场的正中心？我可不可以？你肩颈不舒服吗？这个光是 Michael Jackson 专用的光哎。帅吗？你们觉得这光线用在小刀身上，感觉起来有点冷清吗？你不觉得好像上面会有树叶飘下来吗？小刀，我们给你一个更豪华的光，好不好？你再换一个 pose， 让我们感觉到你很厉害，可以了，好不好 ？Ready？先去上没关系，没有他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正在上厕所人把门打开了，不是你说我刚刚其实在台下看你们，你们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都超帅，我刚出来的时候有帅到吗？有、啊、天哪，粉丝都好盲目、啊、什么东西、我现在知道你们前面给我们的回应都是假的了。什么、啊、我自己刚刚也觉得蛮帅的。第一个出来有一点的、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有、啊，可是这个光线打在你身上真的很有气势，有吧？你说你要在舞台的正中心嘛？我们给你正中心。你刚刚讲说整个场的正中心，那麻烦你下台，因为在正中心。舞台的正中心 ，C 位。哦 ，OK，C 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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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C 位，想了很久的 C 位 ，C 位。但老实说啊。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是看第一场演唱会，应该看很多场演唱会，应该没有看过歌手这样子坐在舞台上的，而且是连哦，连 dancer 都很 free 了。五五六六大概是这个全世界所有的那种大型演唱会售票歌手啊，可以坐在舞台上，而且我们还不止坐一场，每次都小刀出来我们就坐地上，哇，好舒服哦，而且都希望跟小刀聊久一点，因为我们可以坐久一点。喂，你们刚已经聊很久了，我们超时半小时，已经超半了，对啊。我明白，还好，因为我本来预计是一个半小时，不算很 OK 了。对，因为半小时，今天特别提早开，因为主办单位就是怕我们聊太多。哦，所以现在几点钟啊？9:30。我九点还好，还好嘛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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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大家想看小刀跳舞吗？想。他们说不想哎。没有啊，我听得到啊。你们想看吗？想。是想的，但我跟你们讲，他都一直跳错。对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压力超大啊！刚刚乐乐跟人夫表演那一段，跳多好，对，哇，跳得很好，真的，我真的吓到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今天怎么办？小刀叔叔，你要加油。好，今天安可加油。今天你在舞台的正中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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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给你喽。挑战，跳对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